Don't you know that 为谁我喝醉？为谁竟心碎 ？Don't you know that 为谁眼中有泪？为何你未回复一句？刘德华先生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嗨，谢谢，谢谢各位舞池的伴舞，谢谢，哎，刘兄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嗨，这是几首歌唱下来，真的大牌就是大牌，一举手一投足，那个不是说魅力的，几乎是散发致命的吸引力，哎呦，这真的要命啊！刚刚走出来有没有？就很帅，你看我们舞群都会迎接你，你看女孩子这个十二月天的，都是穿得很性感，阿鲁米铁片那种，阿鲁米铁片会刮到，会刮伤。这个是刚才讲的这个巨星的条件哈，这个像您看，像他不是说个儿高就好，旁边这位罗时丰，大而不当。大而不当，哎呀，说到一个巨星，他的这个喜欢的运动啊，让我们看了您的报道，也觉得很奇妙啊。哎，对对，哎，他居然喜欢的是相当的简单的这个一个活动，嗯，叫做保龄球。这怎么会喜欢这个保龄球这么简单的？因为从小我就有一个愿望，就是当一个运动员。哦，运动员，对，他保龄球也打得不错。哎呀，我常常打了200-300分的。对对，200-300分，十局加起来，十局。就把他闹苦，十局八局他吓死人了。那您一局大概打多少分？这个平均？现在平均是180-200。哇，那也不得了。哎呦，是为什么会喜欢保龄球？是因为他姿势丢出去感觉上很优雅，还是说什么？
打倒那个感觉。因为大部分赢世界比赛的都是35岁以上的。太客气了，想说是为了以后铺路这样。对，没想到啊。说到我们刘德华这个人，他热心公益啊，很多东西他的参与啊，什么艺人邀请他，常常看到他的踪影。是是，我上次还看到一个报道，一个报道，说这个还以他命名刘德华儿童图书馆。哎呦，儿童图书馆，哎。是不是？哇，那这个是说香港那个？对对对对，哇，那这种真是可以说是热心公益啊！平常事业那么忙碌，还让我们更敬佩你、啊。嗯，肃然起敬。哎，是，平常我也在开个养老院呢、啊。哎，是是，真的、啊。哎，里面只有一对老夫妇哈、啊，就是我父母。这算不算热心公益？算，我现在也在盖这个，想办法盖个孤儿院。哦，还是制造孤儿是？你靠！他还制造孤儿，养自己儿女还算啊？算孤儿院？说到这一次，哎，我们也看到报道，刘德华的这个可以说是一年365天排得满满的。对，我们的表演好像范围并不是很大。对，但是香港的歌手啊，演艺人员常常有这个跳板，跳到美加去。那你曾经有没有像我们这样国内这种表演方式？香港以前有没有这种？有啊有啊，以前我在西餐厅啊、秀场啊，我还没出唱片之前，已经在那个那些晚上的那些 piano bar 那些，对对对，不算也，他用的不是 piano， 是一种 organ 啊 organ 来伴奏啊，一个人拿一个啊这吉他贝斯啊个吉他就是那种类型的哦，然后唱的都是人家的歌。我也试过，也我大概唱了一年多，哎，也有当过小秀，就对，我还试过伴舞，啊，对啊，真的，哎，这样子、啊哎，那很绝啊，对对，他们都不是歌手啊，他们都是那些电视里面很红的演员，然后在海城里面表演圣诞节啊、过年啊那种，然后我们就后面就是。哎，这个琴弦跟胡瓜也蛮像的、啊。哎呀，不得了，这个可以说是你这个一年呢、啊，差不多有多少个月在都在处于工作状态之下？差不多10个月吧。10个月了，只剩下一年只休息2个月的时间。2个月，哎呦，那真正的私下的享受，摆开工作以后，说不定请教你一下，搞不好是最简单的，坐在家里就是一种享受。对对对对，在家里看很舒服。我在家里是一种很。一个很慢的人啊 ，relax 这样看电视，不好看，关掉，写半天，写不到半个字，啊，纸揉掉，丢掉，丢掉。哎呀，这是步调蛮慢的哈，啊，就是这样慢慢。妈叫我阿仔。哎呀，看到鬼了！不是完全放松了。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来，是是，真是这个增色不少。这个在您这个唱完了几首歌，哪里这个过得了瘾？再给我们带来一首歌曲，再一首。哎，什么歌？一首啊，哎呦，小哥的歌哦啊，哎呦，我知道，真我的风采。对对对，相思比梦长，你的歌同样的 melody 了。但是他唱的是广东的歌词哦，真我的风采，哎呀，对吧？标不标准？真我的风采，真我的风采，欢迎刘德华带来这首歌曲，谢谢。浸醉山边花又醉，
但是总可惊涛无从往，那本世界给冰雪掩盖，孤身继续再找爱。谢谢介绍这个战狼背后的特别来宾，哎呦，叫感心，非常感动。是他是不是偶像啊？今天在节目中要带来台语歌曲，你 看哎，这个有什么不对的？偶像也可以唱台语歌啊。哦，你知道偶像这具备的条件是什么吗？有两个特点。第一个特点一定要投缘。投很缘。第二点呢？对，第二点一定要有实力。实力。你看哪里？我唱这么多年，我还不敢讲有实力，他有实力，你算实力的嘛？啊，我你觉得我有实力啊？对呀。哎呀，我还欠八力呢。这他真的有实力，是偶像。今天带来一首这个台语歌，不能乱开玩笑，这是歌迷鸡蛋上来了。台语歌歌名叫什么？对对对，高山哪样？哎呦，不好唱啊！我们来欢迎孙耀威。Hasta mañana, les me chacha. Mi amor, la familia, Alejandra, familia. Mi cama ya, ni la la chimocha. Onchincha, la simchi.是风台子，阮是做工活的人。安尼啊，你能多谢？阮的心情结开哇，打开了一双又一领，演出阮甜蜜的歌声。然后听到歌声，阮的心情结开哇。孙天王，你看，是是是，真的有实力哦。这也挺为难你的，所以他都讲广东话、讲英语啊。对呀，好厉害啊！还来台语，还会唱台语歌啊！哎呦，其实我很喜欢听台语歌，一直。刚才一开始唱的那一首《郭家》哪样？是开场的序幕而已。哇，那个这次唱台语歌真的是不得了。今天有好几首是吧？哦，他今天听说准备了很多首的这个台语歌。接下来这首歌我真的要献丑了，因为我要唱那个大牛跟你的歌。慢慢到前机，哎呦，啊，你敢唱，你敢唱，对，所以我很紧张。啊，他的那首歌啊，他那种声音是低沉的，你这种一定比较清脆。哎，他那个就这样啊，好像那个怎么讲？你这个像吃一个这个吃那个芦笋的感觉，听你的歌。他那是做竹竿的，我大概都没，你嫌我拢嫌我无一对好啊，弄不好还割到手，声音比较粗糙。那你这个好，我们听听看，芦笋般的喉咙，是是，茫茫告情。我跟这个小哥帮你评断一下，你也仔细好好听你的，谢谢，慢慢谢谢。就离开
棒哦！哎，不错不错，对，演唱人来批评一下哈。哎，我个人哦，这是认为他刚刚那个整个那个音准啊，非常的准。是是是。那当然咬字有稍微有一点偏差，有点广东的腔。拍谁啊？拍谁？但是呢，我个人给他大概90分吧。哎呦啊，那根本就是稍微再酌一下就100分了。对，谢谢。但是满分是1000分啊！你也太苛刻了，我他妈刚讲，靠，要太苛刻了吧？那他是外国人的，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外国的朋友。满分100分的话，可能是得到90分了。哎，真的，哎，是是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唱到他的歌，他是给的很苛刻。你的歌迷朋友有没有说希望你能够也出个台语专辑还是什么？其实他们每次听我唱台语歌，他们都很嗨，很嗨啊！他们都觉得又好笑，但是又看到我很用心的在唱，所以又觉得哎，很有亲切感这样。那我自己真的很想，哎，对，哇，下一个就要攻台语歌曲，我劝你不要。台语啊，台语啊，为什么啊？唱台语歌，祝贺听。你唱台语就真的是欠巴力了，就不够实力。哎，说到这个，我们知道他在海外很有知名度，相当高啊，连韩国人都知道他。嗯，有一次我去韩国，整个亚洲地区，看到那个唱片那个架子上摆了他的歌曲。哎，韩国人说，嗯，这个是一个 super star。那怎么办？语言方面呢？在那边有人专门学一点点啊，也要学一点。谢谢，看不上没的。然后常能顺右也印尼岛，我是孙耀威，就是很简单那些。就像我上一次去到这个香港，这个红磡体育场表演的时候，我也有问候啊，真的，对啊，我就赶快问人家，哎，我等一下这上去要怎么讲啊？他们就叫我啊，你好，你哋好啊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系罗斯发啦，罗斯，大家都笑啊，就是这个罗斯，罗斯峰，罗斯发就是罗屁股的意思。罗西发怎么变罗屁股？罗西峰哦，罗西峰对了啊，是他听说他以前说在你们香港还得过奖，什么卡拉 OK， 我们都觉得他是吹牛，真的还讲你他现在香港人在还是不是真的？那首歌《无言的监狱》那首歌是得到香港的点播率最高的一首，对对对，真的，是卡拉 OK， 看不出来哈。不过大家他就领奖，大家都香港人也很失望。不会啊，其实就是他，哎呀，是是是，所以之后就没有再邀请我去。那天陪我一起去的，我们一起在台上表演的是谁？林淑荣啊，哎呦，更失望。他给的魔音倒个怪吧了。应该不会，那首歌真的大家都很喜欢，就是听歌声就不用看人了，就听起来这个是真的，陶醉于歌声之中。哎呀，今天到我们节目中不止茫茫告情歌，是是，还有第三首台语歌，还有啊，绕口令式的台语歌。绕口令式的，你看看，刚才他们那是刘福柱的歌喽，不是，那个就绕嘴，那个都是有一些俚语在里面，可能是你选的是谁的？对，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台语歌手，也是哦，陈雷的《轰金桃》啊，《轰金桃》，《轰金桃》，你很喜欢的台语歌手，那你就不喜欢我？没有，你是抒情派的喜欢，他是搞笑派的喜欢，哎，可见他什么派都要来一下学学。小哥是那种深情派的，哎，没有，他是巴力派。实力，来来来，我们就来听听你唱这个轻松的《丹雷也瓜》啊，《轰金桃》，哎，听看没？今仔日轰金桃，头家的面臭臭，代志也袂讲解大条，阿着烦恼。是永远做不了，薪水总是嫌不够。有人讲人生在世，何必来怨命？雨夜山车拢是轻剑甲平淡。等到有一天我来做主管，一定做甲跳甲跳甲爽甲黏甲醉甲醉甲醉甲囡仔你好尽头，也许要紧老跑。来笑我，什么拢袂晓，我听过你嘛无解教。哎呀，
不错，太厉害！这次学的三首歌花了多少时间？这个，刚刚在外面写大字报。哎呦，对，但是是有听过，但是也已经有一点写了很多自己的，有一点概念。是是，我们看那个纸上还是英文的呢？不是英文啦，罗马拼音。罗马拼音啊，自创的罗马拼音。是是是，自创的，好好。是是。小哥这个耳朵有重听，他以为你有痔疮。痔疮的，自创的啊，自创的音频，自创，自创，自己创作的罗马拼音，自己创作。是一听，其实我们都了解，不好意思开你的玩笑，是是，也谢谢你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，谢谢孙耀威，谢谢。